来了，兄弟们啊！有老铁发私信说，你能不能挖个恐龙蛋给我们看看啊？这位老铁，今天为了你的愿望，我开车100公里来挖这个恐龙蛋啊！这位老铁，只要100个双击，100个双击啊！马上出来了恐龙蛋，我去了，出来了，我的个妈嘞，好大一个，哇、哦，还会喷水。嘿嘿